早安，我叫王宗明，今天要选市议员，请多多支持，谢谢。我没有办法对空气鞠躬，我没有办法对空气挥手。如果面前没有人看着我，我跟他对到眼神，我跟他挥手，我会觉得我是白痴，因为就正常人不会那样做嘛，我不会对着空气挥手。可是如果人来了，我就会跟他打招呼。那我很乐意跟，即使是陌生人，我很乐意跟他打招呼。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。所以你就把它想象，如果不是选举，我们不会很奇怪，因为发传单嘛。可是不是选举，他就很奇怪。就是你在那里跟大家挥什么手，你是什么人？那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就不想要做那种很奇怪的事情。那所以像，发传单，我要给你一个讯息，是一个我们平常就会做的事情。像站在路边挥手，很好笑，就你为什么要跟他挥手？所以当我站在路边的时候，我就会希望我给一个讯息。那这个讯息很可能是有内容的，比方说对比回我们在台二线举牌这件事情。那不是选举啊，可是我们那样做也没有很奇怪啊。就我们平常可以这样做，我们选举当然也可以这样做。终究还是回到那件事情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社交，社交有社交的规矩，你离开社交的规矩就会显得很奇怪，很白痴，或者是很不礼貌。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，我是绿党市议员候选人，我叫做王宗明，我们上班族每天早上在道路上奔波。石门三支淡水八里第一选区的王宗明，好，宗明是我们绿党现在的发言人。这是我的第三次参选，2010第一次选市议员，2012选立委，这一次再战市议员。2010参选市议员没有当选，但是在那之后，其实我们就把自己当作市议员在做事。帮你，。就讲一件事情啊。如果不是在政治的领域工作的王宗明，其实不是真正在他的正经事上努力的。那我一直这样自我期许。当初我们，其实我家已经被征收，这次是第三次了。今天你看到我是什么？我就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钱请保姆，我没有钱买机器人，我只能在家里陪着他过生活，让他长大。我觉得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全民服务，但而且反正做也是全民服务啊。那只是说，但而且反正做，因为它是个大议题，所以我们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多层次的。从第一个帮这个居民保住他的土地，这个是非常基本的全民服务，因为他有一个他要的东西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跟公部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来介入处理这件事情。那但是他也讨论到国家的政策，讨论到公部门的状况，甚至讨论到这个地方的发展，讨论到背后的一些比较概念性的思想性的东西。我们其实在做的第一阶段是改变人民应对这个社会的困窘，应对司法，应对行政，就先把他眼前的问题解决。第二阶段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问题，我们要修正它，我们不要再让人民得去烦恼这种事情，或者是说，也不见得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修正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培力我们的人民有办法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。可这两个工作就是长远的工作，可是我不能够不先处理眼前的东西，就直接跳到长远工作，所以最后就是一个选民服务。那欢迎大家来啊！你不能一直这样。我在忙，你不要。我要抱我。我说我抱着你，我要来这里工作。抱我。哦，很有道理。民心思变。如果我们四年这么用心的经营，我们累积的成绩，如果我们可以当选，赢的不是我们团队，赢的是这个选区里头，以及这个选区之外所有公民的力量，所有人民的生活，以及我们对幸福的想象，我们对好的定义，我们对土地的关心，这是我们的获胜。今年年底我们一起赢，这是我的希望。谢谢大家。